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23号宣布，将和网约车公司合作，在大堡礁限时推出共享潜艇服务项目。届时，游客们可花费2060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4000元，乘坐潜艇，下潜至30米以下的深海，近距离感受大堡礁的美。据报道，网约车公司将把项目盈利所得全部捐给珊瑚礁保护组织，另再额外捐赠6.8万美元，用于支持大堡礁的保护。